我在那方面的能力真的不怎么样，我觉得我也去大公司也做不好，所以对，没有办法。我想，那但是我另一方面的才能又这么的显著，然后对，呢，当时时机又这么的好，那我何乐而不为？就马上对，对，对。开始创业。Hi there.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Chinatown 2.0, a show about Chinese immigrants thriving. I'm your host, Richard Yan. Today, I'm interviewing my friend Yang Jingzhu. Jingzhu is the founder and CEO of a PR company called AmeriChina.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bringing Chinese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o attend high-end events in America, such as Warren Buffett's annual shareholder meeting and New York Fashion Week. Their peak annual revenue was 10 million RMB, or 1.4 US dollars. She graduated from Columbia with a master's in statistics in 2013. Jingzhu and I discussed a variety of topics, how she came up with the idea for the PR business and her journey in building the company, how COVID and deglobalization are impacting her business and causing her to pivot, why femal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em to be better entrepreneur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he lives of descendants of wealthy and elitist families from China in New York. We recorded this episode in Mandarin. I hope you enjoy this episode. As usual,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ring the bell for notification. Thank you. 所以，静竹，你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可以讲讲你的职业、学历，甚至包括你是哪里人等等，可以顺序也可以倒序。好的，没问题。我叫杨静竹，那我是毕业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在纽约呢有创立自己的一家就是文化传媒公关公司，之前呢是在中国长大，我的家乡是湖南的古城凤凰，一个风景秀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那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到了纽约，读我的 master， 我读的其实是统计学，是理科，但是被纽约的氛围所影响和感染以后，我爱上了这个城市的，它的文化，它的时尚，它的艺术，它的非常丰富的，社交精英文化吧。于是我就创立了这样一家，横跨中美的公关公司。那如今呢，我们的公司已经是在纽约、北京啊，包括巴黎还有伦敦、迪拜这样的城市都有运营我们自己的这种社交活动以及一些国际化的盛典。所以它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活方式啊。接下来我还希望可以更多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公司的名字叫AmeriChina Group， 中文叫做风华时代集团。我们的公司呢，其实是帮助中国的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来走入世界的这样一些不同行业的精英人群和他们的精英活动社交圈层里面提供这样一种服务。你能这个更具体的给我们聊一下都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服务，你们都举办了哪些方面的 events 吗？好的，对，必须要说，比如说我们重点的还是文娱领域哈，还有时尚啊，比如说这个纽约时装周，维多利亚的秘密天使秀，然后还有巴黎时装周，还有戛纳电影节然后还有中美国际电影节等等。那么在商务方面呢，比如说每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然后还有一些美国总统的见面会慈善晚宴包括还有一些行业峰会，像达沃斯、APEC 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世界级的活动，我们会为这个企业或者个人提供参与到当中的一些途径。OK， 所以你刚刚讲到了这些 events 都非常的有意思。那你在组织这些 events 的时候，你能稍微聊一下你是怎么样可以获得他们的入场券的吗？因为有些 events 好像非常的 exclusive， 对吗？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的客人获得这个入场的机会？ Yeah, yeah. 对，因为我们做的活动其实都是很 exclusive 的。那么有一点非常重要，就中国有一句谚语叫无利不起早，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会要去抓住这样一个活动它的主办方他们需要什么，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客人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客人，就基本上都是这个high net worth 或者说就是企业家这样的人。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纽约呢确实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纽约确实是这个世界精英人脉的大熔炉，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个一个 designer 品牌的他的 marketing 的总监啊，那么我就可以跟他聊 OK 你们今年的这个 fashion show 你们肯定是需要 sponsor 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给你去找这个 sponsor， 那我们可以去中国找，那中国呢当时就是大概是从2014年开始我们创办的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创业正好进入一个井喷的，包括股市都进入一个井喷的高涨时期，就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比较丰厚的资金是要进行海外的投资和海外的合作的，所以我们就是运用一种商业上的逻辑吧，资源的配置资源的互换这样一种商业逻辑去撬动了这样一些高端活动的大门那同时呢、okay. 对我们也是很需要有这种社交的能力的，对你需要是一个decent person， 然后你需要有良好的高等教育，就是当人们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有这个 knowledge 去互相理解的，那他当他 trust 你这个人是 reliable 的以后你就可以跟他聊更多的商业了。好的，那你刚刚跟我们初步的聊了一下你们这些不同的 events， 我非常感兴趣，看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实际的例子，例如说你做的觉得比较规模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成功的或者比较知名的一些项目。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跟这个 VidCon 的互动是在洛杉矶因为2016年的时候你就像YouTube 它这个上面的这种就 creator 这种网红是当时是非常盛行的一年，就那一年呢中国的网红也是在崛起，所以当时呢我记得当时我在国内有一个做互联网的朋友他当时是在360这家公司工作，然后呢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微博上的大 V， 是一个科技投资人，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大 V 就商量，他说现在这个中国的网红产业正在蓬勃的升起，然后他就说呢他想组织一个考察团来美国参加就是这个美国视频网红领域最大的活动，就是 VidCon 六月份在洛杉矶。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对接到了比较好的客户资源然后这个大 V 的话呢他其实在国内组织了包括像微博这样大的平台当时微博的好几个企业高管然后以及微博下面的视频平台叫易直播的高管，然后以及国内的一些比较大的数一数二的这个网红经纪公司，就是类似 MCN 这样的公司就一共来了就是、okay. 几十个人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参加 VidCon。 那我们这边呢又是如何跟 VidCon 来进行一个沟通其实这个东西呢也不是很难首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客户这边已经有像微博这样子中国很 top 的平台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跟 VidCon 去找他们职业相关的行业这个领域的负责，你可以通过 LinkedIn 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校友啊或者是朋友的资源去介绍到这样一个具体的负责人。然后我记得当时的话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以微博为主的考察团到了 VidCon， 然后我们跟这个主办方进行了一个交流，然后同时在 LA 我们还访问了很多就是比较头部的 MCN 公司包括经纪公司，你像这个Maker Studio， 然后还有这个当时的
UTA 当时还有这个 Michelle Fine 的经纪人在 UTA， 那我们都进行了一个会面，还有类似的好几家就是比较大一点的 MCN，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型一点的这个美国的网红见面会，像当时在国内比较红的一个华裔男歌手叫Jason Chen， 陈以桐，他也参加了这样一个见面会。哦，还有一个平台叫 Tasty Mate， 就是一个做美食的这样一个在 YouTube 上面的大号。然后呢，这个六月份在美国的这个 visiting 包括这些大大小小的 social event 结束以后，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在十月份的时候，在中国做了一个大型的叫做世界网红大会。那么就是在中国的那个就是鸟巢那边的国家体育馆里面做的吧，国家会议中心里面做的，那当时现场来的好几千人吧，然后我们从美国把美国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百万级以上的这个红人有音乐领域的，美食领域的，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科学啊美妆啊，请了很多美国的红人过来作为这个 speaker 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中国当时也有很多这个头部的网红包括这个业界的高管这个当时易直播的董事长 CEO 也都出席了这么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 OK， 哇，这个我觉得我有很多的 follow up question， 因为我觉得这个领域我不太熟悉，但是听起来非常的酷。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像国内的一直播的领导也好，这个国内的网红也好，他们来到参加 VidCon 之余还这个以你的 connection 去参与了其他的一些活动，例如说你刚刚说跟 Michelle Fan 的 agency 有聊对吧，然后还有跟这个本地的一些其他的网红的这个 MCN 的公司进行交流对吗？但是他们这个交流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些网红他们的所代表的这个 fans 粉丝的 group 其实都不太重叠不是吗？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question。 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交流 group 里面呢，其实有两拨人，一波呢其实是国内的平台像微博啊，还有以及国内的网红经纪公司的这种高管，那他们跟美国公司交流的主要目的还是有两种，一种是也是想了解和学习一下他们对于网红的这种培养和管理模式，另一种呢是看有没有内容上是可以引入和合作的。就是在一六年的时候，确实包括微博啊还有一些平台都在尝试能不能引进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个海外的这个视频内容，红人的内容到达微博上面来，所以当时他们也会希望就是比较头部的美国网红可以在微博上面去开他们自己的账号这样子。那么对于红人而言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想了解一下美国的网红他们是在怎么样创造他们的内容的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去进行他们的拍摄也是一种学习和交流吧。 OK， 我感觉这个网红经济是在美国先兴起，但是中国的粉丝量比美国的粉丝量要多很多，而且中国的手机普及不亚于美国，所以现在可能中国的粉丝这个叫中国的网红本来是到美国来参加是小巫见大巫，现在应该变成大巫见小巫了吧。我觉得这个大巫小巫看你怎么样去评判，你如果从商业规模上来说，那确实是中国的网红商业规模更大，因为中国有人口红利然后如果说你是从内容上来讲的话，我依然觉得美国网红的内容确实是更加有其细分的专业性更有深度他可能在内容的赚钱上是做得更棒的这是我的看法。哦哇 OK，
这个很有意思哈。MCN 他们的作用是培养这些网红，而且帮助他们做这种内容发布，还有帮他们做 marketing， 对吗？对，他们其实他们最主要的作用应该还是帮助他们去做运营，然后以及帮助他们去做商务，就是帮他们去接广告，帮他们去找这个 sponsor， 去找这样的东西。对 ，OK OK， 但是像什么编辑、像内容的输入，他们其实不参与，对吧？对，基本上是不太参与的，就是 content 的话还是非常由这个 creator 自己去创造的。OK， 这个领域的公司多吗？其实在美国的话，我认为这两年也是有一些衰减。那么在2015-2016年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主要都是在 LA， 因为 LA 本身是这个影视之都嘛，然后像 YouTube 啊，就是当时还有 Vine， 就是类似这样的平台，都是在加州，在硅谷那一带。所以 MCN 其实当时在 LA 比较有规模的也是有上百家吧，我觉得当时我们去了很有名的、okay. 十来家公司。哇，那也不少，上百家。因为我这么问的原因是我感觉要跟广告对接，然后要做 marketing 方面的内容，现在是不是有一些 DIY 的工具，例如说有一些平台，有一些这个商家可以直接的去找到这些网红，然后就直接给他们签订协议。不过说实话，我现在一边问你这个问题，我一边发现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网红可能不擅长或者不愿意去 deal with 的问题、yeah. 还是找、yeah. 对这个，而且这个有那个 economy of scale， 他可以去 negotiate， 对吧？比如你找到了一个商家了以后，可以对接十个网红，那商家就愿意多出点钱，没错，或者少接受点钱。对，因为而且这些 MCN 里面他们也是会有不同的侧重的，他有一些 MCN 他是可能广告很强，他可以找到很多的商业广告，还有一些他可能侧重于大数据，就是比如说我会给你这个商家怎么样去选择跟怎样的一些网红配合，然后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给你做最好的推广。那还有一些可能是比较侧重于资源的，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帮助你跟 YouTube 平台让他给你更多的这样的关注，就是或者说我在你的内容创作上给你提供更好的团队，包括录音的、剪辑的，也有侧重这个，就是说production 的，就是也有。OK， 所以我知道你的公司成立是2014年，到现在已经成立了6年了。所以除了做这个 VidCon 在洛杉矶的 VidCon 以外，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实例，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吗？有，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呢，规模上不会那么大，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参与呢，是我们带入一个商家或者是一些客户参与到一个更大的活动当中，比如说你像每年的这个 New York Fashion Week， 我们就会带中国的设计师和设计师品牌来这个纽约时装周办秀，这样的做的也非常多。几乎每年的这个纽约时装周都还是不断的会有中国设计师去参与的。那比较有趣的是，好像到了2018年的时候，纽约时装周已经有1/3的中国设计师了，就是纽约时装周1/3的是中国护照的设计师啊。OK， 对，是华人的、中国的，包括从大陆过去的，加上华裔，我觉得有1/3吧。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中国的品牌去纽约最旺盛的一个时间，而且中国其实有很多年轻的品牌是由这样一些中国的海归创造的，就是他们可能也是在 Parsons 或者是在这个
圣马丁学的 fashion， 然后回到了上海，然后创建了自己的品牌，然后去纽约时装周办秀，这样子其实很多。然后他们在纽约时装周的这个目的是因为他们觉得在那边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以后会有一个品牌效应，对吧？对，更多的是 branding。对，更多是 branding， 就是可以拿到国内来宣传，然后很多的客户会知道这个 brand 因为在纽约时装周有被 feature 而愿意去买它的货品，是这个逻辑吗？对，完完全全是这个逻辑。到目前为止 我真的没有看到哪个中国设计师的品牌要在美国开拓市场，有但是都很难 很难。对，曾经有一个品牌叫蓝玉，它是中国很不错的一个就是婚纱定制品牌，后来也做了一些成衣，他们曾经尝试在纽约有自己的 showroom， 但是据我了解的话，现在好像没有像以前这么大规模的在美国开拓市场了，确实是有难度的。我们也做巴菲特股东大会，也非常有趣。 对 每年就是会有 几十个人的这样一个 group 吧，会参与我们的 group 去到巴菲特股东大会。那其实他运作的思路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可能要做一个 schedule， 然后会为这样一个考察团去做他的 schedule， 然后你要做一个 event， 里面会有怎样的一些人，然后呢这个 event 会有哪些环节，比如说有 networking 啊，然后有 panel discussion 啊，然后还有这个 reception 这些酒会，其实这些都是大同小异的。那最主要的是它里面的元素不同，就是它的 industry 不同，它的 connection 不同。那其实我们的覆盖面也没有就是完全的diversify， 其实我们覆盖的还是主要在这个文化和名流领域，这样来讲。那文化就包括这些 fashion 啊，还有这个 film， 然后这个包括 entertainment， 这个领域是我们比较强项的。但是商业领域，你像巴菲特啊，巴菲特股东大会，然后包括这个奥巴马和克林顿的见面会这样子的，其实它也是属于一个名流的这么一个层面，就是说它也是属于这样一个就是一个精英的一个圈子，一个 circle。 然后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个很有名的 designer 去找到一个比如说奥巴马的这个赞助人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圈子并没有非常的难 连接起来。对，明白。顺便问一下，像这种 politician 的政客的见面会，他们一般都是办一个晚宴，对吗？然后要参与的人就是交多少钱就可以获得一个席位，然后你可以这个听他演讲，甚至与他照相等等，是这样一个性质吗？对，是类似的，但这个确实是会有一点 controversial， 因为这个政客他是否还在位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还在位的话，那就会有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这样一些做法，或者是有一些法律边缘的管辖。所以我们当时做那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奥巴马的时候，都是他们已经退了。那他其实分几种，他有一些是会比如说克林顿自己的基金会，他会做这样一个fundraising event。 对，那这样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就都一样，就包括施瓦辛格也有做啊，莱昂纳多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慈善基金会，他也会做就是酒会啊，表演，然后就 networking， 然后对，或者是 dinner， 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是以 donation 的名义去参加嘛，就是给基金会捐款就可以了。那还你也可以做一些 private， 就是说不会有 media 报道，也不会有宣传，也不是谁都可以 donate 去的，这样的 private 的其实也可以做。那么可能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要我们找好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在新加坡我们找了足够的赞助商和客户，然后我们把奥巴马请到新加坡来，
然后做一个自己的这样的 private 的活动，这样子也是可以。OK，OK。所以像参加奥巴马还有克林顿的这种见面会的人，他们一般是这个以组织的性质来呢，还是以个人的性质来呢？而且他们一般都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共同点？其实据我们的观察，因为我们做的活动都属于民间的嘛，就是非政府行为，所以呢更多的我们的客户是企业主，就是私有企业主，企业老板、okay. 可大可小，对，就是中小企业主或者大老板有时候也会有，基本上呢是企业主以他们私人的名义来参加最多，那他们的诉求的话，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真正的想说我们可能可以达成某一个领域的商业合作，但更多的企业主是为了一个 marketing 的作用而来的，就是毕竟这是一种荣耀，对，是一种 honor， 是为了这样的而来的，无论是对他个人或者是对他企业的品牌而言，他都是一个 branding 的作用，更多都是这样的。明白，可能对他的员工也是一种鼓舞，然后对于他的客户是一种光环作用，对吗？而且他们见面这种事情其实可以在国内的话去宣传，这又不是说完全隐秘的事情，对吧？对对，是可以在国内进行宣传的，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媒体或者是在公司的介绍上面去进行这种宣传都可以。这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区块链领域，就是我所在的有一个叫孙宇晨的人，不是跟巴菲特吃饭嘛，对吧，花了4000万美元，然后事后他把这件事情也拿去宣扬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轰动效应的，所以我完全理解这个逻辑。对，我觉得孙宇晨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而且因为中国确实是一个人口红利非常大的国家，就是真的有非常多的受众会为这个买单，他会买账，就是他会觉得 OK， 你见了总统，你见了巴菲特，你非常棒，我一定会去买你的币，就很多民众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孙宇晨做的是对的。是的是的，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OK， 所以那我接下来问一下，因为你做这些活动的话都是一个商业行为，这不是你的 hobby， 这是你的 full time 的 career， 所以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从经济回报率这一点是怎么样的呢？回报率其实还是，如果你是从profit 的比例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般都有30%吧这样的回报率，就是这样的利润率。那么、okay. 就看我们的规模了，如果说我们想把它做得更大一点的话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样的公司确实还是一种比较小而美的 PR 公司，它是很难去大规模的 scale， 也很难去往就是上市那个方向去发展的，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所以呢当我们做到2017年是中美关系就是依然很好的最后一年吧，到了18年的时候确实贸易战这样对中美之间的商务往来包括各方面的沟通都有一些影响啊。那17年的时候我们的营业额一年会有1000万人民币吧，这样子。哇、wow, 非常的 impressive。 OK 是吗？1000万人民币在中国就还是很小的生意，我们还是算小微企业，但我们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比较 interesting， 我们很 selected。你的、就是、这样说吧，你的利润比 Uber 的还要高，因为 Uber 他们是不赚钱的。你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你已经超过了一些上市公司。那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当时这个在2017年，你说是规模最鼎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多少员工？这员工分布在哪里？我们其实最多的团队还是在纽约的，因为我们的service， 我们的 event 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发生的，就无论它有可能是在巴黎或者说是哪里，所以我们都需要这种国际化的人才，需要这种高等教育的人才。
那我们在纽约有自己的 office， 那我们就是 employee 的话其实有三个人左右，然后 internship 会有七八个人，那 团队就是这个开 meeting 的时候大概会有十几个人左右，对，okay. 就是对，在中国的话其实就更多的是跟不同的机构去合作来寻找客户，所以我们在中国就只会有两三个人来做一些文书的工作这样子。你说2017年以后这个中美关系稍微有些恶化，依据我理解的话，像打贸易战还有甚至在政客的言论方面比较互相排斥，这个对你们的 business 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吗？啊，其实是有非常实质的影响的，我就跟你说一个点就明白了。我们的客户要办签证去美国直接不能通过，就是2018年的时候想去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的新的客户，就是还没有拿到美国签证的基本上都被拒签了，就是这样子。 OK， 那特别是像今年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今年除了政策上面的扼杀以外还有这个病情的问题，所以就说你们现在的 business 情况怎么样，然后你的这个定位怎么样，这个接下来怎么走？这个确实是我现在也正在思考的问题。那你如果要说 cash flow 的话，我们真的就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没有了吧，就我们生意直接缩减到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量，然后还得益于我是18年就回到北京，然后 base 在北京，然后我是有员工在纽约的，所以呢我这两年18-19年在北京我还积累了一些新的这个商业的渠道，所以才 维持了我们现在还能有一些生意，所以呢但是基本上所有要跨国的要实际行动的这样的都不能做啊，包括国内的 events 很多都不能做了，而且我们其实去年也还会把一些美国的这个专家或者是精英请到国内来做活动啊，包括海外的精英。 对，去年这样的这个风气和这个还是规模挺大的，但是今年也不行了，因为海外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境中国现在。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疫情的恢复会是怎样的一个进度，但我们现在更多的可能会转向于一种中国的精英俱乐部，或者说是更加偏年轻化的精英俱乐部的这样一种运营。然后呢我们依然会对接国际化的资源，如果说能有线下的东西就尽量做，如果 做不了线下的我们来做一些线上的互动和背书。你像最近那个埃隆·马斯克的妈妈不是在中国的抖音平台上面做了一个直播嘛，就来卖他的书嘛， 对吧？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事情也许也确实会是我们以后会考虑的形式，而且我们已经在慢慢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就是我们会比如说请美国的名校的教授或者是行业专家，然后来给大家进行一个 online 的一个讲座这样的事情。除了美国以外的话，现在有哪些其他的国家你可以考虑做一些线下活动吗？就是不受疫情的影响这么严重，或者说在入境方面没有这么苛刻的国家，但是也值得去做活动的一些地方。会有这样的地方，但是现在的政策都非常的不支持，因为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机票非常贵，就是你无论去哪一个国家你往返中国的机票很贵，而且中国应该是限制了所有外籍人士的入境嘛，据我的理解除非你有中国的绿卡。然后就是无论我是去新加坡我还是去迪拜，那其实跟中国之间往返的航班变少了，所以说这些机票都非常的昂贵，就基本上是不会有客户在这个时候来选择出行的，并且还有一定的风险。
大家都觉得现在中国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可能去了其他的国家就是被感染的概率可能更高一点，但是确实是有中国人感兴趣的国家的，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欧洲大家还是很感兴趣的，这个英国法国然后包括意大利这些这些欧洲主要是文化旅游，那英国呢教育投资都还不错，那中国人现在还感兴趣的还有比如说迪拜就大家对于迪拜的投资和旅游也挺感兴趣的，然后还有以色列对于以色列的科技和投资也是感兴趣，然后还有东南亚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的金融啊，因为香港现在不是很稳定，所以呢很多金融也会选择去新加坡然后还有去东南亚投资的柬埔寨缅甸这样一些实业制造业房地产去东南亚的也挺多的。在中国你做什么事情只要稍微有一点成效的话都会有人去效仿，所以在你这个赛道的话呢，你能不能谈一下别人会不会去怎么讲就是拷贝你的这个 business？ 会有啊，会有，其实我们会有一些类似的公司，但是呢确实跟我们也是会有一些差别，这是为什么做了6年我们现在还依然可以继续下去的原因，因为呢首先我们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行业，就是如果说你的教育和资源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你是很难迈进这个领域的，对吧？这个可以理解，这可以理解。对，我们需要有良好的高端资源，然后我们还要有良好的客户群资源，这些客户群都是至少是高消费的群体，甭管它是 old money 还是 new money， 还是说它的企业现在正好融了一大笔资，它有预算来做这些，就它手里都得有比较高消费的能力。所以我们确实也认识一些企业，比如一些公司，他们比如说他们可以做巴菲特股东大会，因为这个股东大会其实你去参与的门槛并不高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他也可以做这个纽约时装周的办秀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公司是一个比较资源比较全面的一个公司吧，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 OK 我们真正打入的是一个精英圈层，对我们不是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做下游、okay. 那我们的这个精英圈层其实是可以覆盖到很多个行业的，包括资本圈这样子的这样一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优势、okay. 对，然后跟我个人也是有关系，因为你这样一个个人无论是你的 personality 还是你的 mindset， 就是你需要是一个有想法的人，然后你的思维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的发展方向你的人脉也会跟别人不一样，这样明白明白 OK。 而且你觉得这个饼是不是很大，所以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人来瓜分的话怎么讲呢，大家都还是能分到一杯羹，会有这样一个因素在吗？因为中国的人口多吧，所以说你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还是能赚一些钱的，我觉得是这样，对、okay. 然后像我们这个行业已经属于能瓜分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做的还是比较轻松的。你想中国无论你是做网红你是卖口红，你还是卖裙子，你还是卖鞋子，那真的是千军万马跟你抢嘛，对不对？我们这事情已经是很少的竞争对手，竞争对手都能数得出来，就那么一些人。对，举个例子哈，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了这个教育背景还有这个人脉资源是你的竞争优势，你去了纽约读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了，在那边也积攒了一些人员，我想你的这个无论实习生也好还是 full timer 也好，可能都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对吧？那会不会怎么讲呢，就是你的同学里面也是读了哥大，然后也是有类似的这种 ambition 的，然后他会说Jingzhu做的不错 let me just do that， 或者你有这个 employee 他们自己也想独树一帜这样子呢？
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曾经是有过的。那我觉得这个的差异就在于这个 founder 的不同嘛，就是你也知道任何一个企业要做起来它的 founder 非常重要，是吧？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有 entrepreneurship 的人。那我觉得跟我合作过的我们团队的这些年轻人，包括我招过的员工，他们可能在创业这个方面还是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企业家精神还有就是创业的这种特质上面吧。还有你要对待你的员工也要公平也要尊敬嘛，对吧？要是这个老板吃面大家只能喝汤一点面都没有沾的话，可能他们也不会做得很久，所以在这方面你要善待他们，是这样一个哲学吗？对，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理性的，而且是非常 open 的，就是我这方面的想法其实比较西化，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要公平，然后呢就是说你付出了多少收获多少，而且我们是从来不会欠人工资的，就像会有一些华裔的老板会喜欢欠人的工资吧。那我们虽然作为一个初创公司，从一开始创业起就不欠人工资，而且我们办公司的第二年就帮助一个留学生办下来了他的这个工作签证，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办下工作签证的，就我们创办了五年就有三个人在我们公司办下来了工作签证，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这个好的，比较友好的这个华人老板。然后你说然后就是另外的话呢，但你偶尔也是会碰到一些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呢首先其实纽约是有优势的，因为纽约是一个人才储备非常丰富的市场，对不对？这个其实对于创业者是有帮助的，就是你以比较少量的薪水你可以在纽约找到很优秀的人，因为这些留学生他们都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然后他们其实在纽约是不容易找工作的，因为是外籍人士嘛，他会有这个工作签证的这种壁垒，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很容易招到比较优秀的实习生的，然后其实你不需要给他很高的薪水，他本身就有良好的素质，他会因为自我的素质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是要指望着你的工资才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个是在纽约人才市场我觉得最大的优势。而且我雇佣这个人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是根据 market 来的，如果我付$2,000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人，那我就不会付给你更多的钱，因为这个 market 就这样子，对吧？是的 make sense。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创业之所以会有成效，还有另外一点是我觉得你做事情比较靠谱，因为我记得在若干年前，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想组织一个在 Charleston 的这种单身派对的活动，就是想让西海岸的男生和东海岸的女生聚在一起在一个地方过一个浪漫的假期，然后当时我记得你的执行力很强，很快的就写了，你的团队就写了一个这个怎么说这个方案出来。 对， 对对对，就写了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招人的一个方案就出来，然后很快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落地了。我这个想法其实已经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实施，但是你很快就把这个给实行了。当然最后的话呢，这个 issue 可能在于有很多人担心我是西海岸的女生，她是东海岸的男生，就算我们在 Charleston 的南卡这个交了朋友，但是以后还是天各一方，还是很麻烦，所以最后这个事情可能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不知道你后来有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发展，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你把这个事情做得很负责任的把它给这个执行出来了，还是很靠谱的。对，我先说说那个项目吧。其实我是有印象，那个项目我记得当时其实是有一两个东海岸纽约的女生是打算报名的，他后来没有做下去是因为没有西海岸的男生报名。我觉得这个很像是可能西海岸的华人男生他们的生活比较 stable， 然后又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没有人去报名，我是这样一个原因。对，我觉得这跟他们整体的生活文化环境有关系。然后你说当时我们做那个项目，当时确实是处于我创业的初创期，就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方向也没有特别的锁定，也没有特别的明确，对各种事情我们都愿意尝试一下。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的 profit driving， 就是说只要这个项目有人买单，我们都愿意去尝试一下。对，这个做创业者就应该有这种执行力，如果这种执行力都没有，那不就是自己骗自己出来玩的嘛，对吧？对，是的是的， make sense。 所以顺便说一下，我发现在美国的留学生里面，男生和女生在怎么讲呢，在创业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觉得我感觉好像有很多去公职的男生，但是其实这个事情也可能不能笼统化，也有一些男生会去创业，但至少几个点吧。第一点是创业的方向不太一样，像你做的这种 PR 文化经营社交的公司，我觉得女性为主。还有我刚刚所说的，想到纽约的什么开餐馆的、做画廊的，还有这个做酒吧的，几乎都是女生，而且有些是已经在大公司从业了，但是还是想出来做事情的，但都是女生。有点感觉在纽约至少创业的群体里面，以留学生为例的话，有一点阴盛阳衰，你是这样感觉吗？有啊有啊，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首先女生就更多呀，在纽约留学生里面应该有70%是女生，只有30%是男生吧。其次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女生她可能承担风险的范围会宽一点，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你没有在一个大的 corporate 工作，然后你创业也没有做起来的话，你可能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舆论或是家人的这种压力。那一个女生你如果说我创业没有做起来也还好，大家不会去 judge 你的成功与否太多，你可以结个婚就 OK 了，对吧？这还是会有这种差别。你说的非常的这个make sense， 而且你说的很坦然啊。我想问一下，那现在说到你在创业这一方面，你的家庭会是怎么样给予你支持，无论是在精神上的鼓励，还是在人脉上的介绍，还是在资金上的援助，都可以谈一下吗？可以啊，甚至可以讲一下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有创业这方面的经历，所以等于是你也有创业的基因。To be honest， 当我创业的时候，我家里是真的没有给我什么多的起步的资金的。所谓没有多的，就是指没有一下子给我$100,000这种多哈。就是因为我们家的确实，但我们家确实是一个企业商人的家庭。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创业家，那他自己的工厂，也是有上几百上千号工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会有很好的这种商业思维，包括执行力的这种东西的耳濡目染的遗传。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可以做创业的一个很重要的财富。但是到了2014年，当我开始创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其实非常的不景气，就是中国的私有化实体企业，中小实际企业很不景气，所以我当时其实是没有能从家里拿到什么很实质的起步资金的。这也是为什么呢，我没有选择去做一个更大的平台，而是做了一个 PR 公司，因为 PR 公司没有什么很高的成本嘛。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做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它首先呢层面非常好，就是我的人脉，我的 social status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甚至发展，但是呢它又不会 cost 很大的资金压力，所以我才选择做这个。如果说当时我们家可以一下子给我投$100,000，说不定我也会去做一个互联网 TMT 的什么东西，也是有可能的。说不定也可以往上市那个方向走， is it possible。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要根据你当时所处的环境来选择。
但我比较感谢我爸妈的，就是说他们确实还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就是说至少在我创业的那会儿，我们是没有什么生存压力的吧，就是说比如说一年给你10万美金的生活费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吧，是这样子是可以的。对对，所以当时是这样情况，然后精神上他们就还是都很支持，他们很 open mind， 就是他们不觉得我一定要去一个大公司上班，就是随意，我要创业就自己做嘛。对，你有考虑过去大公司先锻炼一下子吗？当时毕业的时候最初也有考虑的，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看现实，当时的条件不是特别允许，因为我学的是 statistics， 但是我的爱好兴趣能力就是完全不展现在这个领域，而且我是一个留学生，如果我要去工作的话，那我应该就是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类的岗位嘛，对，我根本做不了，就是朋友可以帮我 refer 去，比如说那个时候你们在高盛，我可以去高盛做一个面试，但是又怎么样呢，就是我在那方面的能力真的不怎么样，我觉得我也去大公司也做不好，所以没有办法。我想那但是我另一方面的才能又这么的显著，然后呢当时时机又这么的好，那我何乐而不为，就马上开始创业。 对是这样，我在纽约其实认识一些女生朋友也有男生朋友，都是很年轻的，就像你这样，我感觉女生确实像你这么讲的，是这种精神负担没有那么重，就是用你的话说就是这种承受风险的范围可以广一点，像有的男生我觉得会思前想后，总感觉有点少年老成吧，就算是他们去创业的话也会总是有很多的 self doubt，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这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就小大到整一个方向，小到他们所做的一些小的这种 business decision， 说实话我在自己身上都会看到啊，但是我发现有的女生就是又健谈又泼辣又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不会去太 care 别人的看法，就脸皮非常的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对，我觉得纽约确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女生，真的是的，这是的，是的，非常赞同。OK， 所以那现在讲到纽约的人群，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现在我那天读了一个数据，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大概一年，不是增量，而是现有量是40万。然后 undergraduate 就是本科生是15万左右，那以后这个数量可能会逐渐减少或者急剧的减少，但是在国内来美国读书的并不是怎么讲，都是想努力学习的，想去读研的，或者想去这种顶尖公司工作的也不是很多，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的圈子里面会不会碰到一些我们所谓的富二代啊官二代，然后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你可以跟我们大概描述一下吗？甚至你可以匿名的举一些例子让我们来体会一下是怎么回事。我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来留学的分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年代也不同的人，像我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应该是比你早10几年了，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学生都是想着要以学业和进大的公司著名的公司为目的的，那出来创业或者说出来玩都不是 on the table， 所以我很好奇想知道你们这一代里面的一些学生他们的想法，特别以刚刚所说的这个富二代官二代为例。 OK cool， 好，我觉得就是富二代和官二代也确实现在也分群体，我觉得这个跟原本的家庭教育和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富二代和官二代里面，我认为就是官员的后代更多的小孩还是偏规矩，就是说还是会比较认真的在美国把书念完，然后呢就是然后再回国安排一个工作这样子啊。那富二代的话可能会就是因为官员的家庭一般还是家教比较严嘛，
就要比较谨慎，除非极个别的，或者说，父母离异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特殊的，不是原配生的小孩那种，可能会乱一点。对，但是如果说是原配家庭的这种官员的后代，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在比较规矩的教育下长大的。嗯，但他们可能会，可能人其实是平凡的，但是他们读的学校不会太差，因为家里给他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路就铺得好。那读完一个还不错的学校，那回国进一个金融机构什么的，然后就规规矩矩的上班，就是有很多是这样。那富二代呢，就会更广泛一点。富二代里面，如果是父母是比较有文化、教育好的那一种，就是父母就是受了中国的大学教育的这种富二代里面，有很多很努力的，在哥大也有啊，在宾大就是都有。我得先说好的，就是确实，也有。你像那个什么张康阳就很棒嘛，这样的人，对吧？苏宁电器家里这么大，然后自己又读沃顿，但是确实呢，还会有另外的一部分。我觉得富二代里面另外那一部分应该还是数量占多数吧，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一个中等企业主的小孩，可能就是家里从过亿资产，人民币过亿资产，甚至到几十亿这种水平的这种家庭的小孩。有很多人呢，他们出国早，然后呢父母的关心都不够，那其实他们生活在一种比较粗放的环境当中，那他们会在美国呈现一种状态，就是他们也要去寻找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呢他们会去买车，然后买奢侈品，然后就是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弄出那样一些很夸张的东西，包括去夜店啊。然后呢这样的一群小孩确实他们整体的消费能力是比普通的留学生多的，然后他们也经常混在一起，然后但他们当中不好的一些东西是，除了他们不好好念书以外啊，可能他们有些人还会读一个艺术学校，或者是在一个普通的本科学校里面还会请人帮他写作业什么的，然后他们中间会有很强的攀比，甚至他们中间也会做一些小的生意来赚取他们眼下的零花钱，你明白我意思？就比如说他不小心把车撞了，他可能修这个车也要花$20,000吧，或者是因为他都是豪车嘛，那他可能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就是爸妈没有给他那么多，那他怎么办？他可能就会去骗人啊，就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可以去骗他的哥们儿，就是一起玩的人，或者说哎，我帮你代购奢侈品，去骗别人女生的零花钱，那最后人就消失了，就是留学生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人。我就碰到过。对，就是他，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些小孩的家庭消费能力其实也会有差别，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很有钱，那还有些人是还不错，甚至只是中产，但是呢因为父母缺乏对他们的这种管教和关爱嘛，他们就混在一起，那还有人就会他心里就不平衡，他就想要更多的钱，然后就混在那个所谓的超跑圈里面啊，然后呢或者混在那个所谓的富二代圈里面，那他的钱从哪里来？很多人就骗人啊，或者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Okay, 就是这样。OK， 明白了。OK， 顺便说一下，你刚刚说的这样的群体的话，你觉得占这个留学生的百分比有多少？是极少数吗？还是说其实看的不少？我觉得整体而言还是少数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20%左右。OK， 明白了。嗯，也有可能因为做的事情实在太夸张了，所以在脑海里面产生的印象会比较深刻。所以这个数量就会比想象中的要多一点。对，它有可能更少，因为大部分的留学生我觉得还是读 master 的多嘛，然后基本上还是中产和中产偏上的家庭，然后呢读了一个本科然后去读 master， 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留学生的主流群体应该是。明白。顺便说一下，你刚刚在描述这个品性不太好的学生的时候说的是哥们儿，所以我怀疑可能大部分都是男孩子，
所以我在想像、哦、女孩也有，女孩也有是吧、哦啊、女孩就不一样一点。 女孩的话呢、可能是长得漂亮一些，但是比较爱慕虚荣、这样的、然后就可能 会跟这些 小哥 混在一起，然后可能会买假的奢侈品为了装点门面，或者找一个男朋友让男朋友 给他花钱，这样的。 OK， 所以说一下那些比较优秀的女孩子，她们在纽约也会有这种恋爱的需求吗？他们找男朋友的时候，第一是女生多太多，第二的话呢是有点阴盛阳衰，这样子的话很多女生他们这个个人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我觉得他们的个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是 我认识很多纽约真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女生、但是确实感情生活就不是很顺利，也不饱满，就是都经常 挺忧愁的、对对，好像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我以前去香港的时候听香港的这个朋友也是这样说，不仅香港，好像这样北上广深现在在国内的也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一样的，是包括上海北京，因为只要是繁华和大的城市就会有优秀的女生扎堆嘛，包括也会有漂亮的女生扎堆嘛， 就是这样子，历来都是。我觉得你要做这个高端群体的话，其实可以这个正面或者侧面的去帮忙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也会有很多需求，然后也会有很多女生有这种经济基础、为此买单。一个小建议。这个也不好说。不，这个的问题在于不是他们不愿意买单，而是你很难为他们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Okay， 明白。对，你因为这样的一群女孩，她们又聪明又有想法，她们又有自己的经济能力，其实她们要找伴侣和恋爱本身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就挺麻烦的事情，然后你想通过商业化的方式来帮她解决恐怕很难。当然甚至会有人被诈骗，因为我也有认识这样的朋友，可能干诈骗比较容易，但是你要真正帮他找一个对象可能很难。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回来了以后是定在北京而不是别的城市？所以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为什么在北京这边做 base 在北京，第二的话呢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会在哪里生活？OK， 对，我正好我最近正在打算要搬去上海。那我一开始呢、我一开始回国18年回国会待在北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还是首都嘛，中国 number one、这至少是我这么认为的。然后以及我们的留学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就是这个海归啊，我们这些朋友大部分还是在北京，就是在北京的比在上海的多、主要是我的朋友、在北京的是最多的，然后是上海，然后可能是深圳、广州、香港这样子、okay。 所以呢一开始还是选择北京，而且北京是首都，而且北京是文化产业比较旺盛的地方、但是我在北京待了2年，我现在选择去上海，这个当中我觉得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的。我现在发现了呢，北京的特点是，北京确实还是一个行政中心，它更多的产业都是这个大的国企，而这里更多的人呢，确实是在为这个大的国企工作的啊，为这种大的机构啊，包括外企，就大的 corporate 工作的，它还是比较缺乏这个中小企业生存的土壤会少一些。但是去到上海就不一样，因为上海周边还有江浙沪嘛，你像浙江、杭州这些地方，就是确实是这个私营企业主比较密集的地方，而且上海的这个广告业也比较发达、上海的时尚业也比较发达，就上海可能对于这个中小经济而言，这个环境会更好一点，所以我现在选择去上海。然后我在北京待了一段时，待了2年，我也觉得北京的 社交文化确实 也是有些不一样。那上海的话，你谈 business 还是比较西化，就比较直接。
那北京谈 business 的话呢，很多人他就不是做 business， 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大的机关或者是大国企里工作，其实他跟你是没有 business 可谈的，但是他可能也会跟你聊很多啊。其实有时候也是，就是这种人脉对于我而言就不是那么有效嘛。顺便说一下，你刚刚讲过了，你现在有一些想法，或者你已经做到了，把美国的、欧美的名师请到中国来做演讲，来授课这样一些活动。现在你有没有察觉到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在中国居住？多多多，这个是一个趋势，而且这个其实是从2015-2016年开始就有的一个趋势了，而且呢，这个也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国家和政府希望看到的，然后而且呢，也是在鼓励的，就是我觉得中国是在鼓励人才的引进，对，是非常鼓励人才的引进的，但是中国的移民制度也非常的严格，就是外国人要拿中国绿卡，跟中国人拿美国绿卡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都很难，因为中国本身人口就很多嘛。对，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中国公民其实是挺难的，就是要拿中国的永居是挺难的，但是确实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发展，尤其是比如说像文化领域啊，这种会更多一点，因为中国对于国外的文化啊，包括英语啊，这样一些东西还是比较喜欢的嘛，市场也比较欢迎。对对对，所以我以后在哪里居住，如果从事业的角度上来说，应该还是上海或北京，北京上海可能都会住，但是如果是从休闲或者说是从 life 的角度上来说，我认为曾经我印象中的洛杉矶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以后的 洛杉矶会是什么样的。哦，我懂明白了。这个因为国内的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自然环境，所以我不知道你从美国刚回去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一个适应，在空气方面，在食品安全方面，在例如说交通堵塞方面。比如说我们其实主要都在市中心活动，所以什么交通啊、食品安全这种都还好，但是最让我难受的还是这个自然环境，就是这个 view。 其实我家的 view 已经是北京非常好的 view 了，可以跟你说，因为我后面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塔，是北京 CBD 最繁华的一个 building， 最好的一个 building 叫银泰。因为我是自己很注重这种生活质量的人，就是我喜欢很好的 view， 我要每天起来看着很美的风景，我的一天就很愉快。但这点在北京确实挺难的，就是即使你可以看到这种繁华的，但是你还是看不到那种山和水那种自然的东西，还有阳光，那种美丽的阳光确实是少了很多。就是为什么喜欢洛杉矶啊，它的那个气候阳光环境都很好，你人待在那里就开心嘛，就是这样子。这个确实需要调整。明白。你现在已经回去多久了？2018年回来，两年多了。OK， 明白了。其实我刚刚讲到从外国去中国居住的人，假如这种人口越来越多的话，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可以成为中国女性解决问题的对象？之所以这么讲的话呢，是因为怎么讲呢？因为其实就是很多外国人他在很多的方面对中国人已经有一定的吸引力了，无论是从长相还是从举止还是从家教等等。而且说实话，我认为中国这个民族本身是一个比较阴柔的民族，你看我们都讲话非常谦恭，非常讲礼貌，这其实是一个很女性的特质。然后但是像这个欧美的人来说的话呢，他们是一个比较阳光的民族，阳刚的民族。就举个例子，就从人的这个生理特征来讲吧，就男生更高一点，毛发更多一点，更像这个兽性好像更足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在一个很本质的层面来讲的话，很多欧美的男生就已经有这种让女性觉得非常这个可以吸引到他们的地方。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会不会有女性去
考虑跟他们这个解决个人问题？我觉得对于有过海外生活经验的女生来说还是很有可能的，对，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当然了，对于本土生活的女生而言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出发点还是会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是本土的没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女生，她可能还是寻求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更多，就是她会觉得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她如果跟一个外国人在一起，比较新奇，比较刺激。对。对，但是如果对于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女生，这种女孩一般都是很优秀的，都是女强人，都是事业中的精英。那她们在中国的文化当中，确实很难找男朋友。那老外的话，确实可以从更多的维度去包容一个女人的这种强势，或者是她的尖锐吧，或者是她的光芒啊，所以就还是有可能。我觉得确实是很多。就是很有独立人格、思想能力的女生跟老外在一起的还是更多吧。对，静竹，很高兴今天跟你聊天，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你也是一个 open book， 所以希望你的生意这个继续好好做，然后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切磋，继续听你的 business 的 update。好好，我们保持沟通。好的，那好，那静竹，那谢谢你，拜拜。好，那就这样，拜拜。拜拜。